的钱摆在身，眼红安心。不如摆入个渣，收埋喺天花。你唔好话呢句私利难卡，人要摆喺我外家，咁我宁愿摆入我冬瓜啦。瓜咩瓜？乱咁嚟，摆喺银行就安心啦。存款有法律保障，最高港币50万，外币都得嘅。你冇听过香港有存款保障委员会嘅咩？